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1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曹老师您好。对，你好，棋友们大家好。今天已经到半决赛了。是的。这个半决赛的两队棋手呢，分别这盘的是党一飞对李轩豪，另外一盘呢是柯洁对彭丽瑶。半决赛跟之前的一直下到八强赛呢，这个有最大一点不同的是，他们今天是面对面比赛。今天是面棋。对。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是。因为八强战的时候，之前32强也好，八强战、16强战，因为有些棋手他是不在北京的。对。所以他没有办法面棋。那我们看到柯洁。对阵彭丽瑶，我记得他们两个人之前在一个是三星杯嘛，决赛是下了一个五番棋吧、是那个河北吗？河北搞的一个叫那个叫啥比赛，就搞了一届的，那叫下次想不起来了。对，现在已经停了。下了五番棋。对对对，还挺激烈的。就是决胜局好像下3-2吧，决胜局彭丽瑶还是很有机会的。对，是的，是的，是。这盘是党一飞执黑对李轩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镜头，就是李轩豪很锐利的目光飘了对手一眼，这个是李轩豪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是的。我刚才正好在直播之前，我也去对机室看了一眼，因为就在二楼嘛。然后他也看了我一下。他也这么飘了你一眼。打一飞倒是没有看我。可能他这个是无意识的一个动作。对，其实习惯了。其实面棋和网棋啊，对局啊，就这一点差别是挺大的。有些棋手是善于从那些微表情中发现一点线索，或者说，你就比如说我观察我的对手，我对手出现了某一个表情、某一个动作之后，比如说我是由此得出一个判断，他觉得现在形势他有利，或者觉得他形势他不利，这个呢就是面棋和网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吧，还挺有意思的。是的，这个确实，因为这个情绪也是对局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他可以根据，好像这一点特别出色，就是李世石，他说，他就是他能特别敏锐的感知到对手情绪的变化，然后从而在棋盘上做出相对的应对啊。他难道也能感觉到李昌镐的情绪的变化？我觉得很难。这个好像比较困难，这个有点难。这件事。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好的。这盘棋是党一飞执黑。党一飞执黑。白棋都流行下这个，这第二步都下到这个角去了。对，下了个象小目。是。拆啊！白棋挂这个。挂这个小尖，飞的小尖，白棋拆啊！这个是最近我讲过好几盘棋都出现这个棋型。是吗？就脚步挂脚小尖，就拆了个。对，之前的话，跟那配置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啊。之前有大飞这个也最近这个多，拆二多，反正我就觉得好像拆三这样拆的比较少，比较少嘛，都是最近都是拆啊，最近都是拆啊，是，黑棋点了33，点33是挡住，爬一个，飞顶，最近好像这个单拖也比较少了。是不是大家是觉得这个定势以后的这个有可能下成这样？是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化。没错，是这样。有所担心吧，作为黑棋方来说，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后续的变化对黑棋未见得有利，所以进来的话，棋手都基本上几乎都下这个顶。我好像看过几盘棋，就是一开始他是飞了之后拖了顶，然后，一个大型当时就是当时那个情况下，对黑棋并不是太有利啊，但是现在就搞清了，顶飞搬一个，顶了一个搬，白棋跳一个，
黑棋就打吃了立下去，这个还是对很大的一手棋，确实是。嗯，这个像这种地方嘛，有的时候就我们解说的时候会这么说，这个地方黑棋打吃力就会有一手棋的价值。对对对，我前几天碰见一个棋友问我，你说的这个就职业棋手中经常口里会随口会说出一手棋价值，这一手棋价值是什么意思，究竟是多少，对，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这个这曹老师被我好像难住了，对，有点小难住，因为一直没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就一手棋的价值为什么说是一手棋价值。后来想了想，我反正这么回答他的，我说就是有一手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厂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主要我们人类对于这个就木的认识还没有精确到，就一开始不说手脚这步棋到底有多少木，这哪能解释得出来呢？这件事如果说木的话，以我的感觉一手棋应该是二十几亩吧，大概一开始的样子。好吧，是其实有棋友如果应该大部分的围棋的棋友会下中国象棋，可能会有这个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在盘面上比较闲的时候上一个士补一个士，这个呢在象棋中可能我说的不对，但是我把它理解成这样上个士自补一手是有一手棋价值，就这手棋呢你早晚总要下的。对补强自己，对，是吧？这个围棋中呢，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一个一部比较价值比较大的一步棋。然后白棋拆了这个。这个也。现在马上在这里拆，并不是说很多件。对。现在 AI 的理念就是对这种以往人类棋手眼中的那些诸如这类的被称作为超级大厂的地方，好像经常会设不见。他实战是走了这个，然后呢白棋在这边拆了一个，他拆了个三。这个拆的地方还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拆三是什么情况，就是在比如说是像这样。这人家抬起来，这种情况下拆三还挺常见，因为觉得这个扳虎啊还是有点这个意味。对。就觉得人家加过来也是加在这个三。另外如果特别有这个子的情况下这个地方再远的话。一个是有打漏，一个被人家这跳一个先手，你也未见得便宜。这个实战的那样的情况，好像不太多见，我也觉得啊，就是，对，这个拆三，就是这个拆，他也是拆三、这个、是吧？他拆三，拆三对，拆三，他实际上是把这手大棋啊，我觉得他这样，他是把这手踢起来这手棋。把它价值变小了。是这个意思，确实。对，我想黑棋一定是这么下的，因为一定是就是白棋方一定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走这个我就不理你了，你再下我还是不理你，我早就等着了。那么你如果走远的话呢，走起来之后白的不理不大好意思，不说有打路，就这个跳也非常大。对对。跳你只有补一个，就这个地方白的就会吃一点小亏，没错，那白的可能还是要接着下，那这样就被黑棋会先手这样走一排。是的。另外这个点呢，假如啊，我是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职业棋手一些思考方法，就是走这个呢是就这里走干净了，把这个地方看小了，你以后再下什么我都不理你了。还有一种呢，就索性就走远一点。这地方呢，你如果起来，我就方方心心的就搬了场，就该搬就搬，该搬就搬，该走我就很安心的画一手棋。在人类的职业棋手的眼里，这种棋不痛不痒的地方，这个下一个是不太喜欢的一个点，因为被黑棋压起来，你自己就左右为难了。你下的有点难受，这个位置不太对。所以这手棋也是不错的一个点，就是一手棋把它下干净。它是拆三的局面。对，虽然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意外。是啊。黑棋尖顶了。不，他现在不是尖顶这个。他是逼住。他是逼这个。对。我来说怎么直接尖顶的。
如果说直接接顶的话，白棋可能会考虑往这边拆的，拆过去，对对，是的，是，这个这棋就自己布阵有点奇怪的，这个铺地板铺的、现在都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招法了，就觉得已经，也不错，是吧？是，那这个位置肯定是他们也是准备过的，估计。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这个这个。对这个有什么准备没有？李先豪对这个很有准备嘛？不太清楚，那就这地方这个间这个样的间隔就怕对手在三线上打路，两边的二线都漏着风。好，十张黑棋又尖顶啊，他是逼住你，然后就再尖顶。看起来这个棋，我觉得黑棋的招法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是。我也觉得是，嘿，但是白的又走回来了。对啊，以为他就一直不会下。还是下。对啊，不是棋，难道左上角没有下棋的意义了吗？尖顶的话，长起来也是不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对，确实。这个是，就是长起来之后，白棋这个上方这个三颗子。几乎就是有根据地了。然后你让黑棋在左上角再画一手棋的话，马上就漂浮起来。这棋脱先也有点意外的。对，是。尤其是当初你走到这儿的情况下，好像觉得这里不太大。你看白棋的招稍显意外了一些，但是好像看起来，我们再看两步，我再告诉大家，就是黑棋搬。然后白棋就大跳，对，可能白棋速度还是比较快，这个棋。我还看还有棋友评论说，这个李轩豪他的这个前半盘还是挺强的，说后半盘可能相比之下没有前半盘那么强。那看起来他这个前半盘虽然说看起来这个结构有点奇怪啊，曹老师，好像白棋还不错，好像还不错是吧？对，可能还不错。对。然后黑棋小飞。小飞。这棋就黑棋这一带的间隔稍微略显重复有一点。可能黑棋这个棋子没有白棋那么舒展看起来。稍显。他现在飞。他也飞一个。然后黑棋跳。他这个几个子呢，就是虽然说看起来很松散的结构，但是他也不怕攻。所以不着急，没关系。还是比较轻。对，我先尖顶你。这个有目啊，尖顶，走得很实惠。是的，如果说黑棋立下的话，那能尖顶着一下，哎，总便宜了。是，我觉得。所以黑棋跳，表示我要攻你，这是大攻这几个字。对。但被白的扳一下还是很舒服。这个挺痛的，这个二路扳一下。太舒服。二路扳一下就觉得这边想要进入的话可能越来越困难了，至少是。本来也觉得这一带进入还挺容易的。然后扳着一下他再靠。这靠白黑棋这个扳我是第一感是有点排斥了。那因为被他要虎一个这地方白棋成型了，要长要打出去，这个黑的一时我没觉得黑的有什么好的就是后续的下法，因为我是不是可以挖一个呢？挖这个是吧？挖这个你打这个是不成立的，打这个就长，对，这个好像 没什么，这个我可以再长。你再出来的话，这个是被我踢掉，我还是舒服的吧？是我这个这个黑的肯定好的，对，所以这个下法不能成立，那白的只能外边打，这个黑棋不好吗？那我觉得黑棋还可以，是，我觉得比他实战扳要好吧，是，这个扳，那个扳不太好，我觉得不太好。这地方总想对白棋这几个子发起猛攻，就觉得好像是。虽然它也比较轻，就是它是比较轻，是的，但是总得攻一攻，不是说你这地方被它成型了，
被他唬一个，太舒服了。你不能接着，对，那再尝出去就好像是的，这攻击也太失败了，看起来，所以他必然要打上去。我觉得这个打失基本上已经成必然了。因为你这个现在下不着，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是走不着的。我可以打吃，接上，我可以尝这个，尝出来，对，这边都可以看清了。现在主要看外面，对。如果你再硬一个，那我就不挡过去了。对，你走这个，我还可以掰你了。哦，这还挺愉快的，下的，这黑棋不好办了，觉得。是的，那么这棋呢，可能作为黑棋的预想图呢，它是要打这个。对。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后续的变化。这地方可能从黑棋的判断上来说，他觉得你打出来的话，黑的棋还可以。但是白的能从这地方突破。然后黑棋这一带虽然中央很厚，但是厚这两个厚的这么近还是有点重复。这如果说厚的围不出太多的木来的话，那这个木数有点堪忧啊，就觉得。对。因为你现在这样再吃的话就小了。那不一样了，这边这个头到这儿了，它这个底下随便走一个就行了。所以黑棋也得爬出来。这里白棋下的比较紧，但其实当时我看的，白棋他这 AI 推荐的一个图，好像他觉得接上就行，挺好。我也觉得好像挺好，是吧？觉得如果说黑棋得连一个，他就他是搬的，他凑让你端一下，这其实断的也不太愉快，断的不太愉快，实在是。这个只要出头，黑的没走到实质性的东西。是的，是的，没错。如果这个图我觉得白棋挺简明的。实战他显然想下的更积极一点，他搬了一个。看看他能不能成立。对。他如果这个结果，如果他搬的结果比这个好，那他那是搬这个。对，是的。不过这种地方，确实要经过深思熟虑。对于这个我们 CCTV 杯的规则，今年呢，是有所改动。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用的是网络上的比赛，网络上现在呢，就是还没有现成的 CCTV 规则的那个读秒的方法在网络上。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呢，今年的 CCTV 的用时规则呢，就改成跟农心杯三国擂台赛一样的规则，每方一个小时，规定用时一小时，用完之后一分钟的秒。因为下个礼拜就是农心杯了，所以大家需要备战，对，大家需要备战一下。是的，对，下个星期农心杯出战的是中国队，出战的将是范廷钰。范廷钰实际上呢，在这次 CCTV 杯的比赛中状态也是不错的，发挥挺好的。他八强那盘棋输得太可惜了，比较可惜。是你讲棋了吗？是啊，你讲棋。我看这棋怎么能输得出去的？输给了党一飞。对，这其实我们觉得他铁赢了，就是觉得是的，所以有点可惜的，最后输了半亩好像是。最后不多不少，正好是单片节打不赢，输了。基本上可惜的棋，可惜的输棋都这么输的，最后输半亩，简直是。所以总体不过范廷钰的状态还是不错。对。虽然止步于八强啊。那么，就算是用了农心杯的规则，每方一个小时，实际上。在我们围棋比赛中呢，这个还是属于快棋的这个范畴内的。是的，是的。所以像这种棋呢，你如果花个10分、15分钟去尝考呢，也是有点奢侈的。但是也许他是花时间了，我也不敢说他没花。不如这个简明吧，这个我们看他下成什么样。搬一个。尝。黑棋断了一个，这就对杀了。是啊。啊，这个打吃出来。对，他是拐打了一个。接上。然后他拐下去了，这样。管你黑的扳是能把白棋扳死。是的。但是拐一个长。差不多应该就这样吗？他外面他是走着两下。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我们预料的不太一样，虽然他也是搬了长，曹老师这地方，然后
白棋断了一下，企图就便宜他两下嘛，你打一个我就包打两下，大概是这意思吧。哦，那白的很舒服，因为打这个我滚打一下，滚走到这下很舒服，白棋。另外这个地方上方的话，它顶白棋顶是先手。嗯，没错，这里面是个打劫。对，嗯。这黑棋不肯呢、啊？是这个不肯。他吃的有点对，吃的不舒服。那黑棋不肯，是不是就白棋好呢？这个断跟他跳交换也很亏啊。是啊，然后白棋顶了一个。哎呀，我觉得这盘白的，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便宜，因为外边被黑棋包得很厚。嗯，虽然现在黑棋的后势啊作用并不算太大。嗯。但是总是很牢牢把你封在里边了。这一带都是有潜力的。这个打吃还是先手很舒服，上边现在是杀气呢，是一个打劫，这个棋实际上对、嗯、我想对有些棋友来说也是蛮不错的一道对杀的题。是白先上面怎么样对、嗯、对杀？你如果这样对杀，典型差一气、哦、被杀，对吧？哦、你如果从这搬景气、嗯，那么白棋接上，你下面怎么收白黑棋的气呢？嗯、这。也是一个题目吧，可以说是对。这个跟那个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气不太一样。嗯，就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嗯，他就爬一个就爬死了。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这是拐了一个的情况。爬就不行。对，这爬一个被人打你接不上。打住。这不一样。这样记不住，对，这个不一样。嗯、是。所以这个棋形呢，白棋的正确的解法应该是在这儿拖一个啊，拖一个，这是不错的一步棋，嗯，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正解。是的，是的，这里面是个打劫。那曹老师，如果说他这个下断不着的话，我总觉得被黑棋接在外面好亏啊。对，断不着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如果可能，白棋这个他实战的判断，他就是想下成这样啊，他就想他当然是觉得黑的是会跳的，不会连黑的跳都没看见，就是想劫杀，因为白的是先手劫，把黑的提了。嗯、看着棋盘上别的地方都能让你连下两步，对。我们看实战、哦、是这样，我肯定。白棋搬一个，黑棋提掉，提掉。白棋的吃，嗯，黑棋踢掉，对，白棋叫吃，就大家黑棋马上叫吃是个紧急，也可以黑的也可以稍微缓一缓。他先打了这个啊，这个肯定是要打掉，如果要开劫的话，因为这开劫一旦被提掉，这个就打不着了，对对对对，这外面厚薄差好多了。对，对是的，嗯，他马上开劫了吗？没有，留一留是吧？他下的很有意思，他这个他不打吃，他先冲。嗯，然后把这个劫材先造大，嗯，断，然后问你是打底下呢还是打这个，嗯，怎么应法到底？他这个棋啊、嗯，本来的话他是可能他也会这么打，打吃，我觉得啊，长打成一长，但是当你走这个的时候，他是可以吃你的，立下来。你走这个局部没多大意义是吧？他打，对，是的，你那就是度过呗，他可以接上，是的，是吧？这个意思不是太大，没错。那么当你立的时候，这个局部本来不成立，他可以团住你，团这个，对，嗯，你拐他帮助你，是的，这棋不够，你断他可以打一个，嗯，然后拐住就行了，爬回来，对，这个黑棋对杀是不够的，打完了，但是。这样局部当然是黑棋不行，但是别忘了这边有一个天下大劫，这你要把这劫造大了。那么如果说黑的断这个，黑棋打吃之后，用这个断作为劫材，你又不能理的话，那损失惨重了。这个白棋这个无法容忍。是的，所以白棋大概是没大概率，我觉得他没勇气走这个。他没走这个。啊，对，他是挡外面，他挡外面。打外面的黑棋就把这个团吃掉了，嗯，然后白棋提了一个，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黑棋还挺赚的，把这个搬掉。对，这个白的不能搬一下这个吗？这个搬很大，一路搬是吧？对，一路搬，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好，我们看他被黑棋搬上，嗯，打吃，白的大概不理了吧？这个要理的话，他把提掉，把这个提了。
这个白棋没什么便宜，虽然吃的比较多，黑棋这个收获也蛮大。没错。嗯。这个战线比较长，对，不着急，还得慢慢下。对，现在这个打路终于来了，虽然形成了一个大的转换，但是这个局面依然漫长。打路，白棋跳，这两交换，省得不明，是吧？对那边来说，尤其是比如说黑的下一手，我是看见他打在这里了，那不这里的话，有可能也不好说这地方，因为。少一个这个子的话，这一带可能会有点清风的手段。嗯，这个先黑的是实在是打了一下，然后再打直。白棋是围中府，这个点有点虚，这棋不好围。那是黑棋外围很厚，这厚太厚，找一个突破口进来的话，你就是你的防线很容易被突破。一突破，你这个空就不太大。他先从先跳了一下啊、嗯，然后果然是要突破。我总觉得这个走的这个地方好像很空虚的感觉。突破，我们看看他能走到什么程度。他是走这个靠一个，然后他就搬。嗯，啊，这个又扒一层皮，吃这个。我总觉得这个围控是真的是这么围的吗？对，他是这又被拔掉。然后他也只能擦又长一个、啊、又被扒成皮、我这围控围成这样，其实一直都感觉好像黑棋还挺赚似的。这个劫虽然说没就是让白棋拔了，但是这边这个转换是黑棋也挺赚到的，是的，挺赚到的。但是这个局面也未必就对黑棋有利，是好像人工智能给出的胜率还是黑棋比较低。我觉得很神奇，这棋下的真是。那中间这个拔一个，我就觉得黑棋挺赚的。嗯，这接下来不还有断吗？这个对，那是都只能都给了。好，黑棋这手棋倒下的也挺好的啊。嗯，他是走在这儿的。对，把边控围住。嗯，然后白棋拆一。啊不，这个先走一个这个，走这个他怕走不着，有可能是的。那所以先走这个，嗯，蓝币的时候我再加，对，再加住。嗯，黑棋应该会接上吧？是的，接住了。啊，刚才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看到接上，是吧？然后白棋上靠，他这个还不敢单尖出来，单尖出来，对，这个是黑棋这个厉害，嗯。就冲下来了，就直接就断掉了。嗯，这外围黑的太厚了，这底下所以他先靠一个，然后他再尖，这样你这个就不成立了。是的，不过黑棋应该有别的下法，他从这里冲出来。他是冲的，冲的。如果你要打我，肯定把你冲断了，毫无疑问。哦，这个冲黑的也蛮厉害的，断一个。这好像黑的，这几个交换便宜了，我觉得。这个冲破了。冲住了。对。然后一打吃。嗯。长。白棋长这个。对。现在的胜率就变得黑的高了。就是这个局部这几手棋。那看来刚才白棋肯定哪儿下的有问题。对，肯定是。估计这个战可能对白棋不是很有利，这个冲完了其实挺大的，冲完了这底下对把白棋的空都给冲破了。是的，就是这里的定型是白棋亏的，这一下子就掉到快个位数了。嗯，哇，这差的有点多呀。不过人工智能给出的比如说10%的胜率，实际上棋还是挺细的。对，是很细，人类棋手实际上有的时候还是把握不好。对，贴一个，对，白棋长，嗯，然后跳一个，冲，挡住，他现在主要是这个走不着，这个如果说走这个的话，就冲，嗯，接上，还有一个
就冲了加过不也挺好的，过对，只兼过就可以。这个也是挺好的，冲一个挡住就兼一个，也挺好。刚才我就看对看到这个也非常的，对你吃两个无所谓了，对对对，很不错很不错。但我如果跳出来，这就是白棋这个这一带都走不着，嗯。那冲一个有可能他走在这儿了，因为对走不着，如果能都能走着这个地方，能打着，嗯，再加下来，嗯，这时你再冲的话，他就可能有些变化，不过利好像也挺奇怪。一个冲完了，他冲完了，接着这一段，他只能走上面两个被吃掉，这棋黑棋还是也不错，我觉得。对，我觉得好像这地方就被黑棋在这里突破之后。黑棋站在这里跳出来啊，白棋挡不住、嗯。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下子胜率降了这么多，就是、对。你看实战，他是放了，是这样下的，冲挡住，然后白棋又冲了一下。白棋又冲、嗯，对，白棋不冲这边没棋下，挡不住他的。所以他冲，但是冲不着，他就过来了。人家尖在这儿了。这一下子差出好多去了，这如果说白棋敢立下去的话，这不行吧？这我就是随便走一个，打完了粘回去，就感觉白棋也死了。嗯，死了。但是白棋下的挺凶啊，白的是点这个、哦，他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你接上的话，他要立下去、啊、挤你这个吗？挤一个，挤你这个。对。然后呢？然后要立下去，当然你单挤的话，它虎在这儿了，是的，马上就成眼位了。它点一下，按它这个惯性上的思路，我觉得它是应该点完挤，你接上，它度过，哎，它立，这样对杀就白的棋就有利了。那如果不行，那只能打不行就打这个，对，打在上面，打这个可能打这个好一点，因为不这立下去，打这个有个结嘛，你立下去这有个断，好像挺，我觉得白棋有问题的，对，白的还只能吃这个，这个是一个总体上是一个结，是要靠这个结才有生路。嗯，那这个结黑棋也挺重的，对，大概就是这样。被搬进去。那么他点的时候，黑棋是反击在这里，搬一个，对，断。对，这地方还挺精彩的，再接回去，然后怎么办呢？接打，小接，这个就对杀了，这就你死我活了，这看起来、好像也是谁也没退路了。他接，接住，这对杀什么情况？没有看清，他可以单挖一个吗？这棋，挖这个是什么呀？是活了，我没看到的。对，挖一个是活了，挖一个是活了，吃两下，然后把它踢的是活了。但是外面你肯定也是有问题了，有点碎，对，是吧？看看他是怎么下，他果然就这么下的。他就这么下了，哇，就这么下，叫吃。这好像直接杀气就不太高。黑棋没粘呢，黑棋走到这儿。黑棋走这个，对呀、一路一次就活了。对。那如果说白棋硬要杀他的话，他就先粘他一下，他可以先粘一下，他和平解决总可以的。这黑的我不杀你了，肯定黑的能和平解决，那好像黑的也还可以，总便宜了。黑棋和平解决总便宜了，他这个踢掉，哎，他不走了，他反正也是活的，不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就保持自己是活的就不好。这是往这儿打的呀，往这打，他现在已经是觉得他要杀你了，对吧？贴一个，如果说他长，他还能再贴。再贴他长，然后再挤一个吗？还是怎么着啊？挤一个可以。挤一个接上，一下小接，就好像觉得黑棋要死，感觉要没有具体计算。对，是黑的很危险。我觉得好像黑棋死了，所以不能随便接出来。这棋呢，实战黑的是用这靠，这也是明智的一个下法。没错，这样白的是顶过了。嗯，挡住，切掉。嗯，一路交吃，黑的做活。和平解决，总算是。再并一个提掉。嗯，这有个这个有一个子，这地方有个黑子。对，现在白的并黑棋提掉。嗯，是的。白棋搬过。白棋搬过了。
接上。一起来团住，团住。嗯。那现在白棋的木，全局的木，我总觉得白棋木很成问题。就是这块空和这块，这块空时间不大，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二十目都不到啊。看着提了好多次，二十目都不到。他这里面等于让黑棋提了两下，他还得扣掉两目，十三、十四、十五，对。对。我觉得黑棋的木应该不错，这块很大呀。嗯，很大，这块很大，这块最。最大的空，全局双方最大的空，然后中央后这一带，这一带随便弄一下就是一个题目出来。对，是的。嗯，黑棋看的是挺不错的，觉得黑棋还不错的样子。黑棋跳一个，这个是进入了大关子阶段。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双方都已经进入读秒了。这读秒呢是一次一分钟，不能过。对，告诉大家一下，虽然一分钟这个读秒还算比较长，但是只有一次，你是不能超过的。这其实加完了跳点的，原来这个收法也挺有意思。那我冲啊，挡住。对，他冲的时候他挡住。可以挡住，对，他是超了，冲是挡住。他就是冲了，挡住。对。然后白棋拐一个。对。白棋接上。接上。白棋把这个接住，这个没打掉吗？没有。那他黑的可以搬接了啊，搬接也不一定便宜，上面都收回去。啊，对。所以他不走。不走。黑棋把这个打吃了，这个也很巨大呀。白棋接了一个。顶住，白棋全局只有四十五目左右，那黑棋应该不错吧？这一、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三、三、四、三八、四四二，对，黑的不错。三五十五目应该是是，就是很已经是很少，我这地方的潜力全都没有点呢。是的，都没有数了，总觉得是黑棋还不错的。啊，白棋长不出什么木来了，看起来。接打一下。你这种地方还是黑棋以后长木的可能性大一点。是的，黑棋比如说虎一个脚上怎么也有一个几目棋。对。有七目。我把这个挡住。嗯。黑棋白棋走这个。这个时候。但是你如果两个跟这个两个走回去，现在白棋搬了一个挡住，提掉，要求先手把这个扣掉。这个也是瞎提，这个有提就先提，实际上大概总会被对手踢回来。是的。这白棋顶一下。对，点一个是白棋不错的一个收官方法，然后他再挡回去，挡住了。对，先点刺一下。虎挡住，加一个，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别的下。这接到这儿的时候，白棋现在目前还没接，但是。应该是要接住的，轮到白棋下，我们现在已经追上实战的进程了。我们现在和实战是同步了。是的，同步了。刚才看了一下形势，我觉得好像黑棋应该领先挺多的吧，曹老师。对，这个棋还不容易，空比较多，空明显多，变黑的还厚一点。那看来刚才这个地方就不应该让黑棋冲出来。对对对对对。冲出来之后，冲出来下面的空被破掉了。对，这一跳好像这都挡不住。是的。本来如果说，或者说他跳的时候，白棋能不能他当时的时候先冲这个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冲到外面来了。对，是难怪这个不能被冲出来，主要是跟这边有关系。确实，他现在很实惠，走了这个。断打。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目，这个上面那个跳的话，啊，还不到七目。即使黑棋虎到了，也就是成七目，但是被跳进来，还可以二路虎一下。嗯，还是这个看干干净净，看得清楚的目硬目，这目看得很清楚。白棋提了一下，黑棋就接上。然后应该是跳这个打了。对，白棋跳了，果然是。打官司啊。刚才您数了白棋大概45目左右。对，是的。当中没有算白的目，就是什么。可能这里稍微涨了几目棋。现在大概要50目左右。对对 对, 对，但是黑棋也涨了呀。现在黑棋涨了，这个地方也涨了。黑棋肯定涨了，这地方涨了，这地方也涨。39，这块49目了吧？对啊，1、11、12、13、23、24、25、26、37、39、40、41、42。如果飞不进来的话。那我可以数到这儿了。43、44。对啊。45、46、49、50、52、53。那黑棋都有65了。对。那明显要好，这盘面十目应该要朝上了。对，差不多十目左右。现在是轮到他跳住了吧？这个跳进来。跳进来，黑棋把这个提掉。提掉，然后白棋把这个跳住。白棋把这个跳住。这儿，这地方白棋比刚才稍微多长了两目，但是黑棋也把这个抓掉了。对，应该说，我觉得这棋应该是跑不掉。黑棋这比较厚。是的。压这个，压一个。你要走这个的话，它可能扳一下，一打刺，这地方就长一个，就都连回来。最蹦蹦的就连回来。对，这地方曹老师，如果说黑棋能不能靠上去？靠上去是不是有点有危险啊？它可以扳啊，冲的时候打这个是吧？冲的时候可以打这个。打哪边？打这边。对对，打这边他好像不行。那我还是别靠了，我就老老实虎吧，如果要收的话。对对。不过这步棋也挺大的。是。又虎一个。中央我刚才给黑棋算到这儿。然后现在压了一个。压一个中央黑的还能多个一两目棋。他现在假如扳住的话，黑棋可以扳一下。一下，搬一个是吧？搬一个呢，接上吗？那就接上吧。我这地方可以打了，直接就把你把这个破掉了，又长一个是吧？对，我不知道是长还是尖。单小尖没有，小尖他打上来我就打这个。对，可能单小尖。对，单小尖也挺好的，确实。长当然也连回来了，没问题了。长完我贴回来。所以这个地方白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官子了。对，现在看立了一下，他提掉。对，立了提掉了。白棋剩下的大官子，我可眼见的大官子就是这个小尖，小尖中间他还没收呢。对。然后也就是这个了，这个就是四目棋，看着。这个也蛮大的。这个应该是六目棋样子。六目。因为白的走的话，大家注意啊，这地方官子不是接的，是要立。单立，对，单立是好手，因为这如果说黑棋搬粘了，弯在这儿，这可以跳进去，是吧，曹老师？如果说他不肯让你跳，他走这个你就挡住。因为你接的话被冲了一路一般接，是的，所以这个也相当于差不多也是六目棋。没错，这个挺大的。对。这个好像也是有六目棋，1、2、3、4、5、6，这也典型的六目棋。也是六目，那就三个六目呗。
那就看谁手指了。嗯，看他中间这一带怎么收。我是觉得白棋是应该不够，这个白棋还是打将了，练完之后打吃，还是打吃一个，这个继续打将劫财啊，继续打将。现在大官子，现在的棋手曹老师，我是觉得大家都加强后半中后半盘的这个训练，尤其官子这个阶段，因为官子多少目他是能够算得清的。对对对，他是能够算得清的。这个是就是比较明了的一个。是的。哎，他这个是六目强一点是吧？小尖，小尖，那黑棋可以冲了先挤掉吗？团掉它。嗯，可以的。我是指这个，就是黑棋把这个冲了就先团掉，那剩下就这个打吃和这个小尖应该是见合了。一二三四五六，就很明确。应该是可以。黑的是冲。挡住。黑棋应该是挤掉。这个不可能不挤，差两目了。但现在白的也没下黑棋，那当然更没有下这个，白的应该会挡住。这棋是从一点钟开始下的，这个双方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呢，差不多到三点多的样子，双方都要进入读秒。对，如果用时双方均衡的情况下，不过下到现在这个点的话，应该双方应该也是读读秒。是这样的，挤掉，然后白棋接住。这地方因为白棋不太好硬，是的，所以他就索性就不硬了。中间他因为他不愿意退，是的，觉得有点委屈这个地方。如果该黑棋下呢，他就搬一个吗？黑的搬其实也挺大的。搬一个呢，他就把中间断掉。对，得补一个嘛，搬一个他得补啊。是的，是的。然后黑的这种跳都能跳进来。看，如果说黑棋搬这个，白棋虎一个，他能不能想点什么招？跳。靠。我想靠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那有可能的，也不是没可能。这个还要搬这个。对。对。如果说这招成立的话，不知道怎么样。有可能成，最后他有没有？他挺讨厌哦，顶一个是吧？可以往这儿顶，你这个没来得及冲掉，是，你先冲掉，要不然我先冲这个，这样先冲掉，先冲掉再靠他，可能搬这个呢，搬这个还能顶，这个有问题，对，搬一个，我其实如果说这样的话，假如说这样收的话，我觉得还挺满意的，如果说肯这样的话。那我就粘回去对然后再冲完了再一跳刺然后冲我正好再还有断有是啊他得补一个挺讨厌这里现在黑的是搬了这个白棋不太好搬这地方因为他不能跟着搬跟着搬的话他就这么搬一下，这连搬。你如果再割，它就这断掉了。这个被断了，对，这个被切了，肯定是没法下了。如果连搬不硬呢，随便打哪个，打完了这随便你走哪个，然后这往这儿一去。这棋黑的是白的棋是断的、这还能断呀？这棋、看来他觉得不好硬，他索性就断上去了。转反正黑的肯定是能跑回去了是的他去转也主要是为了补这个是的是的看黑棋这里怎么收是最佳的方案黑棋他在搬之前先团了一下先团这个这个团这个跟他这个交换不这个已经有了这个时候团的团跟他这个交换对跟他这个交换现在不硬不行被一跳刺打石一冲过来气不够了所以然后再搬然后他就、这个、他断一个这个打石长一个长一个
目前无疑这个形式是对黑棋有利。他捡回去也是可以。对，就刚才曹老师推荐，就我就捡回去也是挺稳健的。挺合适，就捡回去。秀一点，说不定也走这种。没有，这棋跟胜负没关系。我也觉得是，只是想办法收的好一点的问题。看看现在下哪里？嗯，是。小尖也挺简明的。嗯，这个段是可以成立的。是的，可以成立。可以成立。对。他唯一需要担心的可能就那边就硬一呗。就硬一个，就让他飞呗。他还有这个墙的。单靠，对，哇，单靠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我就算搬住了，搬这个，他就是这么下的，对，也没什么呀，那就长呗，长一点他就顶着，那也没什么，走回去我也再走，反正就这么一招，你走不到先生，或者就长一个，然后再连回去，但是你走这个的话，有可能有这个靠。我冲完以后靠这个是吧？对呀，你刚才说的这靠有可能冲冲这个牛街上我靠这个靠这个他还挺麻烦，他这街上这一般不出事了吗？对，他走这边也不行，被接上的话也是也要冲进去。现在这个已经走掉了，所以还单进回来比较冷静，这个不见得好的。他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个他又藏了一个，藏也无所谓了。我双住好了。他是这样的，下成这样，目前轮到白棋下。按理说是要双住，双住呢他就连一个呗。他连最多是连在这里好一点，接一个走这个，这地方有是的，有半步棋。这做出个眼，这一幕都有了。对，他可能黑的也看中这个，这个也挺好。这都连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官子的计算其实特别复杂。接上，他接住了，那一回事，那就连回去呗。我就连这个，然后双住。就这样。挡一飞。他们两个人是一个是四川队的，我记得党一飞是维甲是四川队，李轩豪是重庆队的是吧？曹老师那李轩豪是本土棋手吧？对，哦，重庆本土棋手。哦，党一飞他是山西太原人士。两个人呢这年龄就差一岁，李轩豪比党一飞小一岁。他这是回去的啊？是这么下的呀？他还能回去那就完了。他是那早知道他就什么都不用了，他因为走这个他有个扑，他这个冲了一下，这个冲掉了，先冲一下，然后这个断挡住再断，因为你再冲的话他有扑。还有这招啊，他得先扑，然后等他提掉我就先接一下，全部连一个子都不给你留下，对，就叫吃，一个子都不给你留下，那就完了。这个那可以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也很可能这步棋就是本就最后一手棋。是，我觉得白棋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简直是。对，不过也就是没什么可惜了，这棋本来也已经输了，是的，所以会下成这个味道。这两个子被先手抽掉，这也不能接受，反正都不能接受这棋。这个还能断这个，这一个扑，这确实这个计算还是很精准，应该是结束了，果然确实这是最后一步，果然结束了这期，这步这个断是党一飞的最后的胜利宣言。不过呢，这期本来白棋也不太够了，确实，看起来就是白棋最大的失误就是这个地方不能让冲出去，对，这里本来可以冲出去了，对，可以冲出来的同时，就下面的空。白棋下面的空守不住，是的，是的，这边空守不住。他等于说白棋的他是往这儿尖进去，然后把这儿黑棋的空给破掉了。后来他还打了一个，
但是这一代冲进来，这个损失太惨重，被人家跳到这儿，这全没了，全活了，嗯，全活了。这个这一代的控制权限没有了，边控被迫，这冲进来是边控被迫的。是，假如说他本来挡住的话，这应该是冲不动的。是，他至少他可以先冲这个，再打这个，他冲的次序不一样，因为这个班詹是先手这一代。对，是的，跟这边有关系。 他来不及走，嗯，是。后来这个都来没冲着，全没走着，等于说，嗯。不，白棋可能上边后实战形成一个打劫，嗯，他实控上还是亏了一点，嗯。本来白的可能更容易下这棋啊，因为后来一直被黑棋吃掉了，嗯，嗯。对，我觉得。好像本来这棋还不一定，嗯，就是那一代好像本来看起来这个白棋的胜率还可以的，对，突然之间就急转直下，嗯，就是差很多，这不是差一点。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吕先生也这么判断的，嗯，就是黑的后势啊，嗯，用处不是太大，所以他才赶来的，可以断一个让你封住。嗯，假如但凡黑棋。这后势以后发挥的效率要比实战哪怕好一点点的话，嗯，就是白的断然不能那么下，嗯，这个被家族接上，这个棋外边黑的已经是觉得好像不能这么下已经走了，黑棋等于相当于在外边走了一手半棋，嗯，然后这个你要提了再提，我在外边又能走两手棋，那或者实战不就这样吗？白棋如果说不断这个的话，那他就直接单顶吗？你觉得，嗯，也可以吧。哦，哎，这个白棋不一般了，就直接单接，对对，白的单接挺好，蛮好处理的，那个变化图挺好的，解明啊，那个图挺好的，确实，那个图最解明，嗯，是的，是的，嗯，这白棋就这一代这个转换之后形势还好，就是这一代对出了比较重大的，这一代被他冲出来，这个棋判断上有点问题，嗯，但是这一代没有传承，对。就是还来不及，就是做这里的判断跟计算，嗯，就是假如就是初看一下，就是黑白棋这一代收获也挺大的，嗯，黑这一代的潜力全消了，嗯，就我当然我白的损失是在这一代，嗯，但是它的实战它的结果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这一代冲出来的，下面都没有，嗯，这个可能是出乎白棋的预想外哦，嗯，白棋如果想到这个结果的话，应该不会选择这个转换的结果。这个因为也可能也是快棋比赛，或者说已经夺秒，或者快要进入夺秒的时间时候，他来不及想周全这地方。没错，是这样，嗯，是没有办法做，对，就是太深入的判断啊，嗯，就形式判断是最需要时间的东西。我这把棋，嗯，其实两位棋手下的还是质量还是不错的，嗯，质量还是 不错，不算没什么。没什么大漏招吧，对，嗯，是的，那恭喜党一飞吧，这进入了 CCTV 的决赛啊，他是率先进入决赛了，这个，这是第一次，其实这次进入四强的棋手啊非常意外的是虽然有包括柯洁在内不，这四位棋手都没有拿过 CCTV 杯的冠军，嗯，然后呢除了李轩豪之外，嗯，另外三位棋手连亚军都没拿过，嗯，所以呢这盘棋李轩豪落败以后呢，嗯，这个本届的 CCTV 杯呢必将诞生新的冠亚军，这还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啊，是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就是柯洁对阵彭丽瑶，啊，好好，我们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